信心，信心。别担心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别担心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能力，能力。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，老板对他非常满意。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，老板对他非常满意。材料，材料。你把明天开会的材料准备一下。你把明天开会的材料准备一下。律师，律师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和我的律师联系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和我的律师联系。专业，专业。我大学的专业是中文，所以我一毕业就做了中文老师。我大学的专业是中文，所以我一毕业就做了中文老师。收入，收入。虽然经理的收入很高，但是工作也很累。虽然经理的收入很高，但是工作也很累。顾客，顾客。他是这家商店的老顾客，所有的服务员都认识他。他是这家商店的老顾客，所有的服务员都认识他。改变，改变。他不想结婚，因为他觉得结婚会改变他的生活。他不想结婚，因为他觉得结婚会改变他的生活。判断，判断。很多人会通过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。很多人会通过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。
招聘，招聘。这家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。这家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。通知，通知。那家公司通知我礼拜一上午去面试。那家公司通知我礼拜一上午去面试。安排，安排。这次会议安排在下周四下午举行。这次会议安排在下周四下午举行。感觉，感觉。每次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每次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。约会，约会。他们已经约会三个月了，感情发展得很好。他们已经约会三个月了，感情发展得很好。紧张，紧张。面试前我有点紧张。面试前我有点紧张。正式，正式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女朋友的父母，所以他穿得特别正式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女朋友的父母，所以他穿得特别正式。诚实，诚实。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从来都不骗别人。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从来都不骗别人。准时，准时。他每天都来得很准时。他每天都来得很准时。咱们，咱们，咱们周末一起去看电影吧。
咱们周末一起去看电影吧。首先，现在如果人们遇到了不明白的问题，首先做的都是上网查一查。其次，如果你想学好汉语，首先应该多听多说，其次应该经常复习。如果你想学好汉语，首先应该多听多说，其次应该经常复习。挺，我挺喜欢这个房子的，不仅干净，而且离地铁站也挺近的。我挺喜欢这个房子的，不仅干净，而且离地铁站也挺近的。本来，我本来已经下班了，但是老板突然给了我一个工作，我只能加班了。我本来已经下班了，但是老板突然给了我一个工作，我只能加班了。另外，他不仅长得帅，而且学习好，另外他还特别喜欢运动。他不仅长得帅，而且学习好，另外他还特别喜欢运动。不管忙不忙，他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。不管忙不忙，他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。雨，他很自信，喜欢与人竞争。他很自信，喜欢与人竞争。通知上写着礼拜三晚上会停水。通知上写着礼拜三晚上
会停水。安排，安排。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感觉，感觉。他们热情的欢迎，给我们一种家的感觉。他们热情的欢迎，给我们一种家的感觉。约会，约会。我今天晚上有个约会，就不和你们去聚会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个约会，就不和你们去聚会了。提供，提供。这家酒店提供免费早餐。这家酒店提供免费早餐。负责，负责。每次旅游都是我负责买票，大卫负责订酒店。每次旅游都是我负责买票，大卫负责订酒店。应聘，应聘。去面试以前，你应该先了解一下你要应聘的公司。去面试以前，你应该先了解一下你要应聘的公司。符合，符合。不符合年龄要求的人不能进酒吧喝酒。不符合年龄要求的人不能进酒吧喝酒。留，留。在中国，很多人把孩子留在家乡，然后自己去大城市赚钱。在中国，很多人把孩子留在家乡，然后自己去大城市赚钱。